很多早发性的白内障其实是跟我们的高度近视的比例很高是有关系的。像有的患者这个月来量可能是1000度的近视，那在3个月来量就变成1200度，因为越严重的话这个水晶体它就越硬，它就很费力了，所以就要非常多的能量，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周边的细胞的一个健康。